满了。停咗喺度睇一陣先啦，咁啊，沿途啲人就開始上到嚟呢個嘅灣仔地鐵站啦、電腦城嗰度啦。咁啊，當然啦，依班企喺度，依班死黑警啦，就屌你老母係眾矢之的啦。個個經過咧都係好仔唔當差啊，死黑警死全家啊咁樣樣啦，屌鳩佢哋啦。咁佢哋就即係企喺呢度俾人內屌啦。咁啊，睇下佢睇得到依班人之渣咗。好仔唔當差。啱啱後邊有人屌鳩佢啦。又指中指俾佢哋啦，即係做人咁樣做到咁，咁啊其中有條柒頭咧就攞住個 camera 咧就影鳩下邊啲人嘅，就呢條柒頭啦，睇唔睇到啊？呢條柒頭啦，仲有 hand cam 去影鳩啲人嘅，咁啊啱啱民陣架車咧就啱啱經過咗，咁啊佢就話咧即係其實咧要喺架車後邊嘅人流咧先計嘅，啊車後邊人先計嘅，鳩佢哋班咗。好啊，睇下你班冚家產應該會忍唔忍住我嚟射嘢啊 ！OK， 大家真係小小心啊！阿老細你好，喂，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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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緊啊！想上鏡嘅就係你，OK， 咁啊，而家咧就係上面咧就企撚咗啲啲差佬喺度，咁啊，突然之間咧好撚多人喎，咁啊兩邊成條軒尼之道就封曬。今晚的不反對通知書是去到十點的，咁我估你班柒頭咧會唔會突然之間咧又話取消啊不反對通知書嗰啲咁撚嘢啦？咁啊，你大家可以睇得到啊，即係扶老攜幼啊，老人家啊乜撚人咧，出撚出嚟屌鳩佢。咁頭先嗰條撚樣俾人屌得緊要一陣啦，走撚咗唔撚見咗，而家得知道知道，得兩條撚樣喺上面嘅啫。啊，喺上面戇鳩鳩企撚咗喺度。哦、oh, ，OK， 有兩邊，另外一邊咧都揸住個 hand cam 咧影緊啊對面嘅，啊又出翻嚟啦。好多人啊！其實咧都有啲人啊，佢不停咧就係喺度錄緊遊行嘅人嘅大頭啊，依個冚家產，睇下依個冚家產喺邊度？嗱，依個手指指佢嗰個撚樣。哦、oh, ，OK， 就喺上面啦。橋上面有八個至十個差人嘅，主要咧，其實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嘅個訴求咧，就係屌鳩呢班柒頭會多啲，即係徹底要徹查佢哋嘅罪行咧。呢個 top everything 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企喺依個位置咧，都係有啲驚驚地，因為咧冇得退後喎，因為有啲咩突發嘅情況咧，其實都危險啊，係啊，逆流落去唔撚到噶啦，幾多陣咧？好嘛？所以咧，如果你哋未嚟咧，你哋一定要喺金鐘個方向等佢上嚟啦，因為我相信後面咧，除非你喺天后跟隊行翻翻上嚟，喺度壞死都幾難行啊！好啦，喂，我哋跟住隊向前啦。好啦，其實好多人嘅，其實人與人之間咧，我會建議咧，最好保持翻兩步嘅距離咧，有翻個空間，即係唔係咧？有啲嘢好容易有人踩人嘅問題。黑警，黑警。
咁我覺得今日咧就咁睇人數咧都 OK 嘅，而家啲人又上翻翻曬嚟咧，其實都好撚多人。唉，最諗怕啲人走出嚟籌款啊！屌你老尾，你唔係攞依啲走出嚟籌錢啊嘛，大佬！我窮緊嘅我咁樣，我都冇走出嚟擺街站籌錢啦、啊！屌你！屌你老尾，人哋出嚟你喺度籌旗，真係最撚老撚土依啲咁樣。屌你老尾又義賣喺度賺錢，屌你老母係！喂，要集资咧系有需要嘅，但系唔好谂挤挤走出嚟咁样样嚟攞钱啦，屌你！钟建华教授批评梁振英之后 UGL 50,000就俾梁振英告诽谤，一月维园出发，而家去到黄室堡。大家继续留意新闻，我哋好希望钟建华教授嘅代表律师。在法庭那裡將梁振英盤問到甩皮甩骨，好不好？好！屌你問六，你問你問六一二攞錢啦！收 UGL 50,000的情況，但是蠢到去告鍾建華誹謗，就令我們有機會可以在法庭那裡盤問梁振英。請大家支持這個誹謗官司，幫鍾建華的代表律師在法庭上面判到佢甩皮甩骨，好唔好？好、哦，为教授寻求公义。我影捻咗啊！屌，唔捻使惊啊！屌。我條條片都屌黑警，條條片都幾萬到十幾萬，屌你老味，黑警都唔肯嚟捉我，就佢又戇鳩啦，係咪啊？好啦，我而家我隨住人流過緊呢個中國旅行社、中旅社，我老婆捉住我條辮嚟行，佢拖狗咁啊！好，我會在前少少的位置停一停嘅，我冇咁多人，我喺鬆空空散少少嘅位置方 ，OK。官大訴求，亂一不可。官大訴求，亂一不可。幫助香港，時代革命。見多人喎，去到依一個位置，其實依度有翻以前遊行咁多人，我諗50,000，係啊，希望可以起碼 at least 過50,000，係啊，係啊，挨近100,000就最好，過70挨近100就最好。因為好多公公婆婆喺條街上面，所以咧有時呢啲行呢啲，你好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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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啊，加油加油！啊，即係如果有時咧，即係人太多咧，其實自己咧都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加油加油！係啊！咁啊，好多人今日咧都戴緊咗面罩出嚟嘅。OK。兩條行車線來回，來回軒尼斯道咧，其實都擠滿曬人啦，咁咪真係好撚多人。咁啊，我哋都停咗有幾多分鐘啊？我哋有十分鐘啊，冇？有四五個字啦，四五個字啦嚇。咁啊，而家聽講龍尾咧，仲係去到圖書館。唔係啊 ，sorry， 啱啱出嘅人喺圖書館冇幾耐啊。即係換句話講咧，好多咧係應該係喺中途插入。不是雲遠行出嚟的，係啊，係啊，
早啦，人喺维园啊。咁即系换句话讲咧，而家系晚上几点啊？而家晏昼四点二啦。咁我估咧，应该咁嘅人数咧，如果 keep 住咁嘅人数咧，去到七八点咧都差唔多，即系起码都要七八点。麻麻啦，全部都是咁嘅运动咧，一定要继续落去咯，唔可以停咯。啊，即系直至到政府真系跪低为止。系啊，我有牌啊，条龙有牌行。咁啊，总理今日咧就冇俾我捉嚟，呢个捻样走紧咗去台北食嘢，仆街！台北食嘢碾脚，屌你老尾，日日喺度 po 食物相，我严重谴责总理条捻样。系啊，呢度真系好捻多人啊，一系未停过，同埋佢哋人与人之间系两步到嘅距离嘅啫，所以好密啊啲人流，仲未计行人路上面两边行人路上面啊。我估今日坐底一定有50万啦，如果就是睇而家嘅情况，咁慢慢走唔得啦，我觉得坐50望70，好啦，后面又起哄啦，又嘘啦，即系前面有人嘘，系啊，屌你企喺度咪争俾人屌呀，系啊，好啦，一直有人都系上紧嚟，我哋行慢去英皇嗰度啦。你想行前啊？我去行埋去英皇娛樂嗰度，係啊，即係喜萬年嗰度。你想 keep 住喺度啊？係啊，銅鑼灣係塞緊人嘅，銅鑼灣法輪功都有人上緊嚟，我見有網友喺個 chat room 裏邊咁樣講。係啊，我相信而家我估計咧。我會相信今日一定有50万人，因為兩條行車線已經係開曬嘅啦，而家係開咗啦，嗰度係啊，開咗。我哋過嗰邊不如啊，好嗎？啊，定係你想點樣過？因為都衝唔衝開，好難青蛙過橋啊，不過都去喎。係真係密麻麻到好多人啊！咁啊，係 recap 啦。如果你 in case 啱啱加入我哋嘅 chat room 睇我哋做直播咧，頭先第一條嘅直播片咧，我哋又已經見到咧，就喺 hello 啊，我哋已經見到咧，有人已經喺灣仔嘅皇后大道東咧，就由依一個嘅合和中心嗰邊咧，就已經有幾架嘅。你好啊，小心啲啊嚇啊啊！咁啊，已經有幾架嘅豬籠車咧，就布防喺湖中大廈同埋合和中心嘅門口噶啦。咁啊，跟住去到呢一個嘅再過冇幾遠咧，亦都有幾架嘅車嘅。然後真要再去到星街嗰個附近咧，亦都係有差人嘅。同埋去呢一個嘅金鐘近呢個太古廣場嗰度附近咧，亦都係有差人嘅。中環位置咧就 IFC 怡和大廈文華Mandarin Oriental 文華酒店恒生總行都係有差人嘅。布防都幾多人啊！嗰度喺中環同灣仔位置都有嘅。咁我知道灣仔地鐵站嘅裏面咧，亦都有黑警喺裏面嘅。咁啊，佢又有布防，係嘛？出奇啊！咁啊，大概佢哋嘅位置咧，就已經布咗喺呢個地方嗰度。咁啊。即係佢哋都係做一個 preemptive 嘅做法啦，早咗出嚟啦，啊，即係慎防示威者係會一早係會霸一啲嘅位置做一啲嘅路障啦。咁佢做咗 preemptive 嘅位置咧，咁有咩好咧？就係可能會喺個交通嗰度咧，佢可以掌握得到多啲嘅控制啦。
而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班冚家產咧，就一早出嚟 ROT 咯，屌你老尾，又即係打劫我哋香港人嘅庫房咯。銅鑼灣唔識喐啊！系啊，銅鑼灣失聯，嗰人多到唔識喐，系啦，喐唔到啊！我哋過對面嗰邊先。好啦，小朋友小心啲啦。好啦。Sorry。香港市民，我哋係百代神快，我哋多三個月時間咧，製作咗超過100隻嘅人嘅片段，真係一個好大片。咁啊，我咧就見到好多嘅網媒啦，亦都有一啲嘅團體啦，就走出嚟咧，就係、是要支持金錢嘅援助啦，啊咁樣。咁啊，我真係對唔住啊，各位老友，我真係做唔出，我唔想喺依個情況收錢啊！你如果要支持我，就自己識租啊。咁但係我係唔會喺度擺街站，我係唔會做依一樣嘢。好啦，依邊亦都密麻麻，嗰邊亦都密麻麻。即係如果我哋當一行係有十個人，咁啊兩條路加埋一行就有20個人，我哋就可以大概估計到，每個行有大概一步半嘅距離，咁你就可以計得到密密麻有幾多人嘅。大家要繼續努力啦，都係嗰句啦，啊 ，whatever 啦，總之大家要支持大家啦。唔係青蛙，啊又陰功啊，只腳有事都。你好啊，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好，我直播緊啊，我驚你上到鏡啊嚇。OK OK， 多謝你嚟撐住。多謝，好加油啊，小心小心 ，OK。好啦，其實你問我嘅我嘅網友係咩年齡多咧？咁我目測，我見接觸多都係50+好多，50+60+多，係退休人士居多，係啊。如果你問我五大訴求，我覺得最緊要就是一定要懟冧香港黑警，一定要將香港黑警解散，制裁佢哋嘅暴行。守護孩子的人啦，絕對同意要解散黑警啦。好，我哋向前行啦，不如好唔好 ？OK。我係你 fans 嚟嘅，多謝你，你係温哥華，我係多倫多。你多倫多，我都多倫多讀書喎。係咩？我 Scarbo 嘅。好 ，very good。小心啲啊！好支持你。好，多謝啊！唔係咩？啊，一百頭叔叔就係我啲 fans， 咁你都知道，原來我針對咗陳。誒，我願行。你好啊，小心啊嚇！加油！加油！加油！係啊，啊，你養個後生啲。係。咁啊，今日咧就好彩，就唔係話真係好凍涼啊！嗱，呢啲我對我嚟講係一個好舒服嘅天氣啦。咁啊，出嚟行兩行咧，就基本上就一定會出身汗嘅，咁啊，真係非常之好噶啦。咁啊，我早個禮拜就有啲感冒啦，啊，咁啊，傷風鼻咳啦、鼻塞啦、流鼻涕啦，咁啊，大家都要注意身體。流感咧開始真係嚟啊！咁啊，我而家有個親人啊，就～成日喺東華三院要居住啦，咁我哋見到東華醫院裏面咧已經係設咗一啲嘅流感嘅注射站啊，啊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咧如果你年紀大嘅人啊，或者身體體弱啲咧，都其實咧都去打定流感預防針咧係冇蝕底嚇。同埋咧，即係如果早兩日睇過我哋依一集嘅鱷魚潭咧，都有講過啊，出年咧。就可能有很多的疫症啊會發生啊，啲通性啊地母經有講過，咁啊大家注意健康啊。
哇！飛機上睇直播，唔係係嘛？你做咩？你搭去邊度啊？你飛緊翻嚟，而家喺停機坪啊？定係你而家喺飛機準備離開香港旅遊礦洞啊？Richmond Hill，Richmond Hill， 我嗰陣時讀書嗰陣時 ，Richmond Hill 係不毛之地嚟噶。我讀書嗰陣時喺 Markham 啊，都未等開發啊，仲係樹林嚟噶。OK， 有老友話咧，佢兩點半咧喺維園，而家只係喺黃室寶隔離嘅 H&M， 咁啊，真係塞撚到瀨屎喎，真係真係好多人啦今次。咁啊，今次就希望啊，即係。五十，我相信如果是咁嘅情況下咧，就必定過噶啦。啊 ，OK， 咁啊，五十坐七十啦，希望。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冇錯啦，依啲就真係民意啦。你話即係如果係香港人收到咗錢，你話啲會每人一蚊啊，屌你老尾都窮啊！解散警隊，刻不容緩。所以呢，他們的思維就是只懂得以為自己是用錢去為利益去做事，所有的事情他們聚集都是為了利益，為了金錢，為了權力。當一些在很崇高理念的情況之下，他們就不會明白，因為他們很低層次。咁啊，今日咧系会有一集嘅鳄鱼潭咧系出街嘅，咁啊晏少少咧啊搞猫俊咧做起咗咧就会 share 咗出嚟啦。咁啊，亦都喺度同大家讲啦，留意听日出街嘅 MHK 每周通讯啦。咁我就会同大家讲紧喺来年咧一月份咧，我哋嘅部署、我哋嘅节目嘅直播会系点样。咁我亦都请咗一位新同事啊，因为今次众筹啦，咁啊筹集到啲资金啦，我请咗一个新嘅同事，咁啊加强我哋咧现场直播嘅次数同埋地点啊。吓，咁啊我会栽培佢。Hello， 你好啊。你好，你好。咁啊，加强我哋做直播嘅次数。咁啊，亦都希望我可以咧，喺直播室以外嘅地方多啲做节目嘅。Sammy Walker。咁啊，雖然我哋人唔係好多啦，咁啊，但我哋都盡我哋盡做啦，即係將香港而家依個動盪嘅時代嘅情況啦，如實咁樣記錄低啦，唔知個歐金將來會係點，但係我諗我哋最緊要係記錄到一啲嘅情況，將佢可以發放喺個互聯網裏邊，俾大家海外嘅人同埋香港人知道香港喺依一個嘅大時代裏邊嘅情況會係點樣，亦都將來咧留低一個 record 咧係。還事實還歷史一個真相。做咩？係啊，冇伯伯，呢個伯伯好緊要。依個就係民意啦。啊，凍曬拐杖，三隻腳，啊，屋企人去陪佢出嚟，慢慢行啊，白頭翁翁，啊，都走出嚟。依個真係民意。依啲就話俾林病月我睇。依個唔通依個伯伯都收錢？唔通依個伯伯都係屌到尾俾美國佬洗腦，冇撚可能啦，係嘛？咁啊，上一季我哋收到嘅眾籌嘅錢，我哋就會添置器材啦，咁同埋我哋會請人手啦，我哋都係做一啲節目嘅改革啦。咁啊，希望喺一月中前咧，我哋做好曬。慢慢將我哋想做嘅嘢改做咗出嚟，咁啊希望我哋會更加多啲嘅唔同地點嘅直播，咁啊多啲嘅現場，多啲嘅直播嘅旁述，咁喺香港每一刻發生嘅嘢咧，我哋都好希望咧經過我哋嘅評論啦，同埋經過我哋嘅鏡頭咧帶俾大家，咁啊依個即係收得你哋嘅幫助啦，咁我梗係要做翻更加好啦嚇，報答翻你哋啦，咁同埋咧即係因為我自己有個人嘅使命咯，希望我喺香港。剩低嘅時間裏面咧，我都可以將更加多嘅嘢嚇，經過我嘅個 platform 嚇帶俾大家。好啦，我哋而家去到循道衛理啊，循道衛理嘅情況 ，OK。咁啊，頭先咧喺依個位置左右咧就已經咧。是有黑警在後面的了，現在有黑警在我們後面的了。
我哋只有团结吓，只有我哋真真正正咧，即系用我哋嘅方法吓，话俾世界听香港人嘅受苦受难。我亦都希望啊，大家即系要打一个食脑嘅战争啦，唔好死冲啦，吓唔好送头啦，啊即系唔好咁容易就系轻言牺牲吓，即系留有用之躯，依系长期战嚟噶。我哋有嘅系团结同埋民意。啊！依、这个黑警啊，同埋林炳月政府系赢唔捻到我哋，顶多一阵间咧，习近平都合得捻噶啦。好啦，我哋去到湾仔依一步。今朝早咧，屌你老尾啲黑警啊，真系吓鬼啦！就話屌你老母搜咗把半自動嘅手槍9mm 啦，有3個 magazine 啦，入滿咗啦。嗱，嗰度有差人啦。咁啊，都黐撚線嘅。如果有啲槍，我殺撚咗你啦。我使撚拎出嚟擺埋做展覽咩？捉碌賊。好啦，喺依个嘅演艺学院对开，咁亦都又有集嘅黑警咧喺依度守咗嘅。好啦，依个就系湾仔警署对开，前面咧有集 Green Object 咧就已经系守咗喺度。有集 Green Object 咧就守咗喺度。真係講真的，你不如唔好屈我個太空坦克，我擺撚咗喺東倉，我屌你老母，係咪啊？真係太空坦克出嚟肥鳩你哋啊！屌你砌撚到咁。好啊，依、這個位置有差人喺度，即係其實佢兩條海旁嘅灣仔，海旁嘅灣仔，同埋依一個嘅皇后大道東嗰邊兩邊夾住嘅，即係 in case 有啲咩嘢，其實係走唔撚到嘅，大哥。你睇埋啲名啦，佢兩邊夾咧，我係走唔到嘅，所以係好危險嘅，即係 in case 佢真係癲起上嚟。我都會盡量咧，可以逗留多幾耐就得幾耐嘅，即係始終我有我自己屋企，我要兼顧啦，我爸爸媽媽年紀開始大啦，咁啊，即係可能係時候，有時候我都要翻去照顧住佢啦，咁呢個係。是個即我自己都要看住個時間啦，因為 number one 啦。咁啊，另外就是如果我哋即係越嚟越黑暗，守到冇得再守，咁我都要即係要諗一諗我另一個基地做第二個形式嘅廣播啦。但我就最唔想咁樣嘅，因為我唔覺得咧，將條筋拔咗喺海外裏面講香港嘅嘢係會貼地有地氣，好似大陸佬話事計，好撚咗依一回事嘅。只有係走入去群眾啦，你去前線啊，你係。加入群眾去做一啲嘅評論，睇咗出嚟，唔好喺你老蕭個撚樣咁做冷氣軍師咧。咁即係你講嘅嘢出嚟先可以入信，同埋你係了解清楚個情況會係點樣樣。即係最緊要嘅就係做網媒，就係你係夠講真實嘅一面，同埋講緊出大家個心聲出嚟，唔好匿埋屌喺度咪打飛機啊！咁但係如果冇撚辦法再喺香港最正正經經咁同大家講嘢咧。咁我就覺得係一件好很可惜嘅事嚟。好啦，前面咧全部都係密麻麻嘅人，後面咧都係密麻麻嘅人。咁啊，而家啲人啱啱喺维园出之去到 H&M， 咁我谂呢个咧今日都有排鞋噶啦。咁啊，仍然我有老友喺维园里边，就系咸湿超，真心教教主啊，超哥，佢仍然匿紧咗喺维园嘅草场里边嘅。咁啊，有小朋友就系揈呢个香港独立旗啦。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如果我現在感冒呢還未完全完好，即有時大嗌呢都有痰會氣咳。好啦，我又行翻去金鐘啦，咁啊喺金鐘嘅依一個嘅以前嘅Army and Navy 啊，即係 Sailors 同埋依一個嗰、叫咩海軍海員之家嘅位置啦。咁啊，大家可以睇翻我以前嘅大院音樂有講過嘅。咁啊，已經有救護車嘅聲喎。我喺後面行咗，我大道東嗰邊行咗。有一定有50,000，我可以 guarantee 大家今日一定有500,000人，系嘛？一定有50,000，系啊，冇错，系啊。Sorry， 今日亦都有好多嘅年轻人出嚟。加油！加油！加油！死全家！嗱，我哋去到黑警總部側邊啦，咁啊開始有人屌鳩黑警啦。你好啊！咁啊，去到警察总部啊！而家我哋嘅大队，屌个 Visa 个面具咧，我谂我俾人搵笨咗。我做剂好捻蠢嘅事就系、是，我喺石板街嗰啲卖依、个 Halloween costume 嗰啲地方买一个 Visa 面具。咁啱啱我同我同事阿奇仔咧就望住我 Visa 面具，好想帶住出去行遊行咁啊！啲細路仔心性，咁我要老豆咁樣，你係咪要啊？我買俾你啊！咁樣，咁跟住好，咁我送俾我同事啦。咁我問個阿姐，喂，俾兩個嚟啊！我諗住30個，你知唔知幾錢個？5兜嘢一個，100買兩個 Visa 面具，薄撚到避孕袋咁樣著嗰啲膠。超過80,000最好啦，係啦，黑不有門，死全家，死全家，好啦，就黑警咧，又喺上面影佢老母沙龍啦，好啦，呢度有就黑警喺上面啦。好啦，警察总部嗰依度咧嘅情况就系咁啦，全部咧一早啊，依啲水马有晒噶啦，咁亦都封紧咗条天桥啊。企撚咗喺個門口裏面，咁啊，依家又 ROT 啦，呢班撚樣，每條天橋都有黑警啊！基本上佢霸曬上面居高臨下嘅地方，如果佢射出雷彈咧，射向人流咧，所有人流咧就走唔撚到，好撚大鑊啊！咁你都可以諗撚到啲心腸幾撚惡毒啊！依度有一扎黑警上去，全部天橋上撚曬去。hello， 系啊，即系班人样霸晒啲高位啊 ！hello， 系啊，好
啦，大家經過咧，一見到啲 green object 咧，就屌你老母，好難控制情緒，要屌鳩佢哋啊！個個都屌！喂，你好啊！你好，你好，小心啲啊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個個經過都屌中指喎！好啦，老公，好啦，老母，好啦，老母。啲靚妹都屌佢老母寫極，我一諗咗我下次帶阿花木蘭咧，佢 winter break 翻嚟咧，佢今次翻嚟會唔會忍唔忍到講粗口對緊住佢哋？屌佢老母寫下極，係啊，係啊，黑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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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对啊，嗰个鬼佬，屌佢 NBA 咁样样高喺度，真系。黑社会，黑社会，黑社会，黑社会。我哋聽得最多就係屌你老母臭閪啊！死全家！啊！警死全家！誒，依就係民意啦！啊，屌你咪依就係民意啦！點解有扎人喺上面嘅？你好啊！係啊，我阿媽都睇直播喎、啊，我阿媽仲唔瞓覺？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好啊，上面有扎龍友咧，就喺度影，有 press 啦，喺度影嗰個人流啊。我哋都可以上去嘅喎。時代革命，係啊。時代革命，人民不可，合不容緩。我想上天桥啊！我而家想上天桥。好啦，差佬咧就系冇占呢个高地嘅，呢条桥咧差佬又冇喺度嘅，系市民喺度嘅。咁啊，隔篱嗰条桥咧，佢哋就占咗啦。系啊，哇！取代唔到萧山喎，老友，萧山系灯神嚟喎，佢讲乜错乜。你唔好叫我取代佢喎，好难错捻到佢咁嘅喎，阿老友。好啦，而家我试下上条桥先。各位小弟系畏高嘅，屌你老尾，我哋震捻晒啊！一见啲高嘅位置咧，我就真系惊，我系克服唔捻到，我依个怕高嘅缺陷啊！好，呢度咧，我仲記得咧，呢度正義道咧，以前咧未有黃色警告暴雨系統嗰陣時咧，有個阿叔咧喺上面衝撚咗落嚟嘅。咁我哋可以上去睇得到咧，究竟有幾撚多人？嗰、那個人龍係點撚樣？俾大家睇到大概佢乜碼碼哇、wow, ！Holy shit！ 哇、wow. ！
你大家可以睇得到有幾多人，好多嘅市民啊，舉起五隻手指，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好誇張，你可以 send 俾阿卡姆蘭睇。係啊，好多人。咁啊，見到啊有扎老友咧，就拎起好多唔同嘅國家嘅國旗咧，美國啊、日本啊、巴西啊，咁有啲噏唔撚到啊，屌，唔好意思啊，德國啊啊嘅國旗咧，我而家 zoom 俾大家睇下，所以係啦，加拿大係啦，我依啲嘅國家咧就 stand with Hong Kong 咧。去支持香港人的抗爭嘅，銅鑼灣仍然塞緊人，咁啊依個係必然啦。咁啊今次我真係會有信心係一定過70万啊！如果係咁多人，係好多 ，beautiful， 好 beautiful， 好啦，跟住有人一個大嘅直翻。願榮光歸香港，時代革命，好啦，睇下依邊，哇！前面依度仲誇張，好啦，大家去睇到前面啲人嘅密麻麻係幾多？大家可以看到了，哇，多人多，好多人，好多人做得好，你好啊，你好啊，喺我都出嚟做直播，實際撞到我噶，其實基本上係啊，好多時候我都會行出嚟噶，行30步退50步，上翻去黃室堡，因為要企疏啲，哇，多人多得好緊要。好勁啊！超多人頭，依張相聽日又會喺國際嘅唔同嘅頭版會出咗嚟嘅，即係習近平個春代又出煙噶啦，應該係啊。跟住林鄭今晚又屌喺度尾匿埋喺禮賓府，唔諗諗計，即係屌喺度尾行政會議之前交代嗰陣時開記者招待會咧，又亂鳩嚟出嚟鳩噏噶啦。OK， 咁啊，希望啊林病政府啊解答下點解咁撚多人。啊！解答下點解咁撚多人？撲你個街，係咪慢撚咗？係啊，好似你話事緊，係咪慢撚咗？睇唔睇到有幾撚多人用只腳行出嚟話俾你聽？屌你老母啊！林日陽，誇緊張。你好啊，多人多到。咁啊，屌人老母啊！林病點屌你老母啊？你話？要屌老母啊！屌狠啲啊！屌狠啲屌！屌你咪咁撚多人，你仲唔撚出嚟開記者招待會解釋點解咁撚多人先？你又明白咯，啊，又明白，咁啊，屌你老尾嚇，解散警隊啦，應該係咪先？答下我哋依啲需求啊，你一日唔肯答，一日都係咁撚多人。你要翻 BC 頂住温哥華班撲街喎。係喎，我又要頂緊。好撚難喎。喂，我 Calgary 嗰邊又係難度。你 Calgary 啊？係啊，屌難度。屌你老尾，冇撚計啊！你知唔知嗰啲媒體咧入撚曬股啊嘛？佢用撚曬大陸嗰啲錢啊！咁啲老華僑嗰班我撚咗戇鳩啊！因為老華僑咧，因為成日都覺得屌你咩啊！社會裏邊佢低人一等啊嘛。喂，我哋嗰輩嗰啲50多歲嗰班，你係邊個讀書啊？嚇！你咪加拿大，你加拿大讀書，你融入咗個社會啊嘛。佢哋喺唐人街裏邊消消立，咁你邊有辦法啫？我哋啲老友都係諗到。
李恩普喎，屌我哋翻香港睇下啦。係啊，真係，唉，佢哋真係好迷信。佢哋去到加拿大嘅國土咧，佢唔撚融入，又唔撚記得個國歌講啲乜撚嘢，同埋佢宣誓咗效忠英女王噶嘛，係咪先？要效忠英女王噶嘛，我哋係咪先？唔係中國人嚟噶嘛？入籍嗰時要宣誓效忠英女王。冇撚錯啊！所以我都好撚拗頭。屌咩？佢自己又攞曬加拿大福利，又話中國好，我話翻大灣區啦嘛你。你攞撚曬人哋啲福利，你又屌你老母打壓人哋去追求民主自由，你乜撚嘢道理啫？係咪先？唔撚通啊嘛！啊，好撚誇張！今日都好多人，好彩。多你嗰條你都未見到嗰個尾喺邊啊？係啊，好。今天我估坐底一定過五十啦，一定過五十啦，我看因為你咁早兩邊行車線開曬咧，你又兩邊走咯，兩邊走啦，嗰邊都開始要報告下啦嘛，係啊，咁變咗兩邊走啦，加港兩邊走啦，係啊，連泰國啊，我哋啲家產都係冇緊辦法啦，慢慢搞啦。真係，為時未晚嘅。食餐飯都鬧交。即係而家係好似個身體有啲唔妥當，一睇啊，屌喺度尾癌症第三期，癌症第三期啦，未到第四期，仲有得救嘅，加油嚇、啊，有信心。OK， 好，拜拜。好啊，林將。我又睇下嗰邊龍尾。好啊，好啊，咁多人。好啦，有冇人喺銅鑼灣啊？如果你喺銅鑼灣，話聲俾我聽啊。如果你哋喺銅鑼灣，條隊尾仲留喺維園啊。係啊，即係咪仲有人喺維園呢？而家係傍晚嘅4:50，係咪仍然仲有人喺維園未出發呢？仲有幾多呢？刻不容緩，好，我哋落去栽翻個條龍啦，好冇啊？咁啊，都好，今日見到有咁多人出嚟咧，都係一件好事嚟。今日外國人都有出嚟啦。唔好撚以為咧。鬼佬一定是撐我們的，有很多住了在這裡很多年的鬼佬，有些律師啊，有些退休黑警啊，男人過閪的，即是當然啦，你都知道我條撚樣。你好啊，小心啊，我都是勾結。Hello, 你好，加油加油。我都勾結外國勢力的嘛，屌你，咁我真係喺佢哋身上面去吐料呢，其實有很多鬼佬呢都是男過閪的。即係依班撚樣咧，即係第一就係當香港係佢揾錢嘅地方啦。咁啊，佢哋有啲投資有揾得錢喺度啦。咁所以有啲鬼佬咧，後生嗰啲就會支持我哋多啲咯。老嗰啲咧，其實同我哋香港嘅中產嗰扎藍絲係差唔撚多。我見到都好撚靚嘅米字旗。好啦，而家停咗喺 SoGo 啊，有人話一條龍啊停咗喺 SoGo。咁啊，英國咧而家就講緊啦。嗰、那個我嚟咗佢都記唔得嗰四個數目，那個英文字係乜撚嘢？1983年之前嘅嗰個護照咧，係有機會咧，依、這個唔知咩 UKC 啊，我唔撚記得咗嗰個乜撚嘢四個英文字母啊。咁啊，有機會咧喺83年之前嘅咧，就係、是可能咧會平權啊，可以喺英國嘅屬土裏面咧就係居住啦。咁唔撚知咧會唔會嚇，淨、係可以喺直布羅陀同埋福克蘭群島至可以居住得到啊！咁啊，嚟緊嘅星期三嘅大院有落咧，我依一集咧就希望唔會跌收視啦。就係、是、個 topic 咧，就係、是、我會講翻咧喺1979年至1981年啊，香港人當時咧就係仲未知道咧中共啊鄧小平咧係要執翻香港依一個嘅東方之珠。咁而跟住咧就係、是、戴卓爾同埋。麥理浩上去划船，希望可以留翻香港嗰一段嘅歷史，而跟住咧，香港嘅居英權事件啦，同埋依個8964嗰段事件，講啊香港人喺依一個嘅過渡期裏面嗰個嘅驚惶嘅心態，同埋要埋後路，同埋英國佬出賣香港人，
那段的黑暗的歷史的啊。我會嚟緊嘅大院遊，我盡量我要消化曬啲資料，用最簡單的方法講出嚟點解會有 BNO passport 啦、啊，點解香港有居英權啦、啊，啊，香港人那段時間啊冇得知道冇撚得去英國，中共亦都爆發咗八九六四殺人。啊！嗰、那個嘅時間，嗰段嘅香港人嘅心態同埋呢個歷史係點樣？咁我會喺嚟緊嘅依一個嘅星期三嘅大院遊樂會講翻呢段歷史出嚟俾大家聽。咁希望唔好悶走你哋，希望唔好悶走你哋嚇。咁啊，但係呢段歷史係我哋香港人一定要識嘅，一定要認識嘅歷史嚟嘅。咁所以我盡量希望可以做到有咁簡單顯淺，係令到大家了解呢一段歷史係做啲咩事。咁啊，今日蘇花咧都尚算平靜，黑警尚算克制。咁但系咧，佢已經係守住曬所有嘅咽喉要塞位置，其實亦都好難咧發難得到。嗱，開始我見到直升機喺上面啦，直升機喺天空上面啦，係啊，有直升機啦，係啊，但睇唔到架直升機，你揾緊架直升機啊？未揾到佢。Hello， 留意緊直升機先啊，未見到，係啦 ，OK， 冇錯，今日真係好似啊嗰、那個時間，嗰二百萬人出街，六一六咧我就唔喺香港，我喺加拿大。啊、所以我是有六月九號那天在這裡的、啊、你打給媽媽啦，如果想要再見。好啊，他飛在哪裡呢？他飛機好在那裡，在拉薩。好，直升機在現在熒光幕的十二點方向。好啊，直升機在這個位置。加油！加油！加油！睇你啊！多謝，多謝，多謝，好。冇打邊，打邊打。停咗喺個位，做乜撚呢佢？唔係唔係，佢哋肯定。但係都真係好得，因為領空權唔係咁容易攞到噶嘛。好啦，總之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有黑警嘅直升機喺天空位置啦。OK， hello。嗱，直升機又出啦。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好啦，我而家懷疑緊唔止一架直升機。嗱，嗰度嗰個方向就有一架，我個但係聽到嘅聲係我個身後邊嘅，係啊，所以我懷疑有兩，未見到第二架直升機，我懷疑緊有兩架直升機。是不是有黑警啊？哦，有一個有扎黑警，有扎黑警在海富中心。哎，好啦，我那個的位置沒有電了。咁我暫時嚟到依度先，我暫時嚟到依度先，我停一停，我去到遮打花園之後咧，我再同大家做直播 ，OK？